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好久没有聊卦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聊一个非常热的卦，就是说西南林业大学。这个在大学里面不是有一个小亭子吗？这上面呢，就是发生了一个热点的卦，有人就是感觉真的无语了，无语了。唉，就是。说这个想吃瓜，就是一天了还没吃到，真是比吃饭都还难。有人就是这样留言嘛，我会把这个评论呢，就是说放到屏幕的一侧，可能跟这个说话呢不同步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就是说这个瓜到底就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大概啊，就是两个人在这个小亭子里，两个人。就是网传呢，就是说自己摆拍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，其中就是说一男一女嘛，两个男的没意思，两个女的就是说也没什么意思。那看这个配图吧，就是说有人还要找，就是有人就是想看这个视频嘛，这个说是这个男的的脸呢看不见，哎，说是发到了这个某音的群里，某音的群里，就是有人感觉就是摆拍，说是这么明显的位置呢，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说明就是说有人看到了，有人说肯定是有预谋的，有人就说可以。说是什么什么分享啊？这个男的呢，说是有肚子上有腹肌，有人就笑了嘛，笑了。看的就是说非常的仔细，说是那个女生呢在地上，有人就是提出这么个问号嘛，有人说是可能在椅子上，有人说是怕是。公园那种长椅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在这个公园中都有这种长椅嘛，提供休息。有人说，看见他们就是说拍照发这个某音打卡了，某音。这个瓜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感谢大家就是说收看吧，感谢大家订阅，就是差不多。大家就是说想看原视频的朋友呢，没有，感谢大家订阅吧，拜拜。